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三章。那么在第二章里边，我们介绍了电路的分析的什么等效方法，对吧？我们把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等效，最后把它化简成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啊，比较简单的电路。这里边包括纯电阻电路的等效，也包括了含于什么呢？含电路。含电源的电路等效，对吧？其中呢还包括西金德尔塔变换，还包括了求什么呢？求一端口的输入电阻等内容。那这里边呢，一个办法就是把电路呢由一个复杂的电路化简成一个简单的电路，我们来求解啊，来求解。那在其中的每一部分等效里边呢，我们都是把一个比较复杂的等效是简单的，那这个等效呢是对于电路的其他部分来等效的，也就是对内等不等效，对外等效，对吧？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称它为电路分析的等效方法。那么显然这种方法大家看，它是求解的过程相对比较麻烦，对吧？那么然后呢，是求解出要求解出所有之路的电压电流呢，我们又是一个等效过程的逆过程，对吧？逆过程，这个逆过程其实步骤是蛮多的啊，步骤蛮多的。所以那种方法呢，我们总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啊，特殊方法。特别对于复杂电路，我们说第二章讲的内容呢，它是难以应用的啊，难以应用的。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啊，就是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说是我们是一个普遍的方法啊，就不再用等效的方法了，对吧？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呢，我们一次把我们所关心的电路变量，就是有关的电压电流变量呢，我们通过一个方程组，我们一次把它求解出来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们说显然呢它更有效啊，更有效。当然在使用这个方法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插入一点点等效的方法，我们后边会看到啊，会看到。那么这一章内容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它们内容一共包括这么多，一个是电路的图，还有 KVL 方程的独立方程数啊，那么重点介绍一个直路电流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回路电流法，还有节点电压法。那么这其中的网孔电流法呢，是回路电流法的一种啊，一种，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前三小节啊，前三小节。那么这一章的重点呢，我们是包括这么几个，一个呢是 KVL 的独立方程数，这是我们一个关键啊，关键点。特别是我们要寻找 KVL 的独立啊，这个独立回路呢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啊，不太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回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所提到的直路电流法呢是一个，虽然是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因为它由于它的方程数目比较多，我们并不建议大家采用啊。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直路电流法它的适用更广，它也可以用在非线性电路啊，非线性电路。而回路电流法和这个节点电压法呢，应用非线性电路的时候，它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的处理啊，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啊。这我们先提一下。那么在这一章，我们先要介绍一下线性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啊，就是它的，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方法。第一是它的普遍性，就对于任何线性电路它都适用啊，就你拿这个方程，只要你按我们的设置好的这个步骤去分析方法的步骤去走呢，总归是可以列出它的方程，然后求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它系统性，它计算方法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是列方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对吧？就是你怎么知道去列方程？第二呢，就是说列出来以后求解方程呢，它只不过是一组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求解出来啊，可以把它求解出来。那么这个方法的基础呢是两个啊，一个是电路的拓扑关系，或者说是电路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啊，连接关系，对吧？就是也就是它的支路和这个连接啊，支路和节点的连相互连接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的 KCL KVL 啊这个定律来决定啊，来决定，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元件特性啊，也就是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我们一般用 VCR 啊来简称它啊，来简称这个关系。那么根据这两个关系呢，我们来列方程啊，列方程。那么这个
所谓的这个复杂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呢，就是根据 KCL、KVL 啊，以及我们的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也就是 VCR， 我们来列方程啊，列方程，然后求解啊，然后求解。那么根据我们这里边呢，对于这个方程的里边的这个或者电路的独立变量的取舍的不同呢，我们有啊这么几种方法，一种叫支路电流法、回路电流法，还有接近电压法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啊，这是三种主要的方法。比如我们还有什么支路电压法，还有什么二 B 法啊，我这就不详细说了，方法很多，但是最常用的是啊这么三种方法啊，三种方法。其中呢，我们说是接电电压法是用最广泛的，其次是回路法，啊，再是支路电流法啊，支路电流法。好，在介绍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要对 KCL、KVL 方程的独立性，我们进行一下讨论，啊，那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要介绍一下图论啊，图论的概念，做进一步的啊这个阐述。那么电路图啊，电路的图，我们先说一下网络图论啊。那么图论是拓扑学的一个分支啊，拓扑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它当然是数学的啊，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了，这是一个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啊一门学科。那么大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把它用在我们的电路理论里了，当然这个是因为计算机的发展啊，计算机的发展，在之前呢要运用它确实还是比较难啊，运用比较难，所以说我们说是现在呢在我们电路里边的，特别是计算机辅助分析里边用到图论的这个知识是很多的啊，图论知识很多的。那么图论呢，我们说最早这问题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啊，像这个哥尼斯堡的七桥难题，就是大家怎么走路啊不重复这么一个问题，对吧？我们把它可以抽象的这么一个图的问题，比如说北岸，整个北岸我们当作一个节点，对吧？南岸当作一个节点 C，这是两个江心岛是鼻和笛，我们也抽象了两个节点。那么至于这个两个江心岛和岸边的联系，还有两个江心岛之间的联系呢，我们都可以用支路来表示啊。那么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节点和支路的一个集合体，就构成一个所谓的图的问题啊，一个图的问题，对吧？那么这是我们对一个实际的问题的一个抽象啊，实际问题的抽象。那么关于这个它七桥难题我们不展开，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下来自己看啊，找资料可以看。那么对于电路图来说，我们又是怎么定义的呢？在第一章我们介绍 KCL、KVL 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啊，我们说电路图主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定义它的支路，对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确定它的节点。比方说像这个图呢，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元件就是一条支路，对吧？一个元件就是支路，那么我们说就形成这样一个图，对吧？这样的图。那么既然是一个元件的图，一个元件一条支路呢，那么对于 R3 和 R1 来说，它就是两条支路，是一个3和8支路，对吧？对于 US 和 R6 来说，就是两个支路，一个支路6、支路7。那么这样来呢，我们说它的节点数呢，一共是5个节点。支路数是 B 呢是8啊，八个，大家看节点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加这个是5个节点，我们节点呢我们用 N 来表示，支路我们用 B 来表示啊，用 B 来表示，这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把相关的这个串联支路，像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当作一条支路，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支路当作一条支路来对待啊。那么这种组合都是规定的，那规定的。那么这样来呢，我们说它这个支路数就会减少两条，那么节点数呢也会减少一条，由于把 US 和 R6 我们合着一条支路来看待的话，中间这个原来的节点呢就没有了，只有两边这两个节点，对吧？那么这样来，我们说它的节点数呢就减少了一个，剩下四个了，而支路数呢是6啊，支路数6。我这提一下，在以后的讲课里边，我们经常呢把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我们当作一条支路来对待，而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我们也合并成一条支路来对待，对吧？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在第二章我们讲过，在电源的变换啊，
电源的两种电路模型的变换里边，我们说电压源和电阻串联可以变到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呢，我们当成一条轴路来对待，啊，当成一条轴路来对待，啊，这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我们的轴路数啊，减少的轴路，而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啊，并不影响我们分析。好，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电路里边，由于我们要考虑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所以我们对每个支路呢，我们要标上它的什么呢？方向。就现在这个电路抽象的图以后，它每条支路还有方向。那么这个图呢，我们称它为有向图，对吧？以后呢，我们再讲用图论来分析电路的时候，大部分取的图呢都是有向图，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无向图，啊，就是没有方向啊，支路没有方向图。有向图呢，就是每条支路都给它附了一个方向啊，方向。那么通常这个方向呢，就是它的什么呢？叫支路方向，啊，支路方向。有的时候呢，这个支路的方向呢，就是我们这个支路电流的方向。当然，对电阻支路来说，也就是它的支路电压的方向，因为它取的关联方向，对吧？但有的时候呢，也不尽然，就这个支路方向呢，是你任意指定的，啊，任意指定的，对吧？就是也许和你支路电流相同，也和支路不相同。那么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什么呢？就是由电压源和电阻组成的这种支路里边，对吧？因为它是两个元件，所以呢就得有一个规定的方向啊，规定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地方稍微和这个仅仅含有电阻支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因为电阻支路呢，你可以这样说，它这个有向图方向就是它这个支路电流方向，你没必要。就是支路电流方向还和你这个图上的这个支路方向不相同，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所以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啊注意啊。啊，好，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电路的图呢，我们说用于表示电路几何结构啊的一个图形，或者反映它的拓扑啊，反映它拓扑的一个啊一个图形。那么支路的和节点与电路的支路和节点呢是一一对应的，当然这个地方的所谓一一对应呢，是看你把电路的这个支路呢是怎么定义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话，你可以把一个元件定义作一条支路，也可以把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定义掉一条支路，或者是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当成一条支路，啊，这两种定义呢，我们说都是可以的，啊，没有严格的要求，啊，严格的要求，只是看具体问题。怎么方便怎么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对图，我们做一下严格的定义。什么叫图啊？图基呢是一个支路和节点的集合啊，所以它是个集合。注意这里边呢，支路是一个单独的集合，节点是一个单独的集合啊，所以它是两个集合的一个集合，对吧？从我们集合论的角度来讲，它这样的观点，对吧？那么这里边需要说明什么？我们说。图中的节点和支路呢，各自是一个什么呢？整体，啊，各自是一个整体，对吧？就是这个两个，如果说两个图不同呢，它可能是就是说两个图里边的这支路和节点的集合的内容不一样，只要其中有一个集合内容不一样，那这就是两个图，对吧？两个完全不同的图啊，两个完全不同的图。第二，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图中的支路移去啊，移去，把一个支路要我们拿掉，那么与它连接的节点呢，我们说还存在，就节点还在放着，因为节点是另外一个集合里边的，它在那单独可以孤立存在，对吧？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图里边呢，我们就容许有孤立的节点存在啊，像这样的图，对吧？就是原来可能这个地方有一条支路，这两个节点之间有一条支路，也许呢这个节点和这里有一条支路，对吧？当这个节点也许和他们这三个节点都有连接，但不管怎么样说，我们把这些支路拿掉以后，这个孤立节点呢，我们把它还是单独可以说它是个图，对吧？只不过这图呢是一共有四个节点，三条支路而已，对吧？三条支路，这是我们可以做这样定义，就是它分别是定义的啊。这是说，节点可以脱离了支路单独存在，但是反过来行不行呢？我们说反过来行不通啊！如果我们把节点移去，那么就要把它和它连接的全部支路也要移去，
就支路是不能脱离节点存在的，一条支路它一定是两个节点，对吧？它一定要连在两个节点上面，不能说这个支路它之间两边不是节点，这个话不能这样讲，对吧？所以我们说节点容许孤立存在，但是支路它的两端呢一定是两个节点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拿掉一个节点以后，和它相邻的所有支路呢全部都删掉啊，全部也得移去啊，全部移去。这个是我们说讲这个集合论的，这两个集合之间呢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就支路集合和节点集合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图的定义，下边我们来讲图的另外一个定义啊，路径。路径我们在讲第二章，当时讲凯斯亚凯威尔我们提到过路径的概念啊。现在我们给路径，我们下一个从图论角度给下一个定义，就是说它从图基的一个节点出发，对吧？要连续移动啊，对吧？沿着支路连续移动到达另外一个节点，那么这个支路的集合呢就叫做路径啊，路径，对吧？那我们这个文字的叙述它是啊，从基的一个节点出发，沿着一些支路连续移动到达另一个节点，所经过的支路构成了路径，所以经过的支路的集合是要更确切啊，更确切啊。所以这中间呢它这个支路集合是不能断的，要连续的移动啊，都是相邻的相邻的一个支路集合构成一个路径啊，构成路径。那么这个概念实际上大家用的时候是很熟悉的啊，很熟悉的。那么下来连通图，这是个新概念，前面没有讲过啊，没有讲过，我们再重新提一下。什么叫连通图呢？连通图在你这个图里边啊，你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呢至少存在一条通路，当然可以有多条通路啊，多条路径，至少存在一个路径啊，对吧？那就是我从一个节点出发啊，这个节点任意的，我想到达这个图里边的任何一个节点，我总有办法沿着支路到达它，就这意思。这个图呢就叫连通图啊，连通图中间呢它不能说我从这个节点出发想到另一个节点，我怎么都到不到那儿啊，叫连通图。你看刚才咱们讲这个孤立节点的时候，我们提到那个图就不是连通图，因为那个孤立节点呢咱们从其他三个节点出发是没法到达那个节点的，对吧？所以连通图呢就是它是一定是从一个节点可以到达任何一个节点，这样图呢我们称它啊连通图。那么非连通图呢就是至少是属于两个分离的部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像这个图呢就是一个非连通图，如果我们非要把它当作一个图来看待的话啊，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拿刚才我们用的那个集合的定义来说，这个图呢包括了六个节点，对吧？六条支路，实际上它是一个非连通图啊，非连通图啊。那么假如说我们把上面给它加一条线啊，加一条支路的话，那么这样它就构成连通图了，因为从任何一个节点出发可以到达这个节点集合的任何一个节点，是吧？就在这个节点集合里面，我从一个节点出发一定可以经过一个支路啊，经过一些支路呢最后到达另外一个节点，所以这就成了一个连通图啊，连通图，对吧？那么这是连通图的概念。下边我们来介绍这个子图的概念。子图的概念同学们其实很容易理解，和你们以前讲的什么集合和子集合的概念是一样的，对吧？啊，就是在我们原来这个图的这个啊基础上呢，我们说它的支路和它的节点呢分别是原来图基的支路的子集或者是节点的子集，啊，节点的子集啊，当然不一定两个都是子集啊，可以是支路是子集或者节点是子集，对吧？但这里边要注意，大家要注意是不是连通图啊，还要注意那个刚才讲的这个支路不能脱离节点单独存在，要注意这里，但是节点可以单独可以是孤立节点啊，可以是孤立节点啊，这个要注意，对吧？啊，那如果我们的通俗的讲法呢，就是我们上面这段文字的描述啊，就是如果图啊这个子图图基呢，它所有的支路和节点呢都是图基中间的支路和节点，那么它基就是基的子图啊，
其实我觉得讲支路集合和节点集合呢，是原来这个图集的子集更恰当，对吧？但有可以有中间有一个集合不是子集，就是它本身，啊，可以是本身啊。我们讲的子图的时候，我们来看子图还有好几个概念。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你像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原图啊。那么它的子图呢，我们这有好多种啊，这都是它的子图，对吧？都是它的子图啊。你看，像这个子图里边是包括了它的全部的节点，四个节点全部包括了，对吧？但是支路没有全包括，对吧？第二个图呢里边呢，节点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支路也是原图的一部分。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我们如果按集合和子集的观念来讲呢，就是说，它的节点是原有节点的子集，支路也是原有支路集合的子集。那么第二个图呢是节点集合呢就是原来的节点集合，对吧？那么支路集合呢是原图的支路集合的子集，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么关系。好，现在我们来介绍树的概念啊。那么我们介绍了连通图的概念，我们现在来讲树啊，就比较好讲了。我们说什么叫树啊？那么树是连通图的一个子图啊。注意，首先是原图是一个连通图啊，那么树这个树呢是原图的一个子图啊，原图的子图，对吧？它现在还满足底下这个条件啊。第一个，它还是个连通图啊，还是个连通图，对吧？还是个连通图。就这个树呢，原图是个连通图，我现在这个树呢也还是个连通图，是它一个子图啊。第二呢，是要包含了它的全部节点。虽然我是一个子图，但是我把你节点要全部包括啊，支路没有全包括，但是我节点要全包括啊，全得要包括。好，下边我们说包含的支路呢，我们还有个限制啊，就是说不能包含闭合的路径，或者说不能包含回路啊，就全部节点包括了，但是不包含任何一个回路啊，就在它支路集合里边不能包含回路。你看，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二个图呢，它就可以是一个树，是吧？没有任何回路，但是它四个节点全有了，并且是连通图，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支路拿掉，有四个节点，一个节点，两个节点，三个节点，四个节点，但这个支路不存在，它就不是树啊，因为它是什么呢？是不连通的啊，不连通的，对吧？虽然包含了所有节点，但它不是连通的。我们这连通呢，就是包含了所有节点的一个连通子图，且不包含路径啊。所以我们树，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说这个树呢是连通图的一个什么呢？包含了所有节点的连通子图，且不包含回路，这就叫树啊，这就叫树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连通图。首先呢，从任何一个节点可以到另外一个节点，对吧？另外节点。那么这是它其中的一个树，对吧？包含了全部的节点，并且连通，对吧？好，这也是树，包含了四个节点，也是连通的，对吧？连通的。好，这就不是连，虽然它包含了全部的节点，但是呢，它有一个回路，这就不是树，啊，这就不是树。好，讲到树呢，我们就要讲树枝，啊，讲到树枝，我们来看，对于这个连通图来讲，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两个树了？其实我们可以选很多的树，对吧？那就是说，对同一个图来讲，你可以选不同的树，啊，不同的树。那么当这个树一旦选定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构成这些树的支路呢，我们叫树枝，称它为树枝，对吧？所以我们说，讲到树枝的时候，一定是对应着你已经选定的一个树来讲的，不能随随便便说啊，这哪几个支路是树，不是这样的啊，一定是你选定一个树以后，然后对它来讲，这三条支路是一个树，对第二个的选定这个树来说，这三条支路是一个树，啊，所以我们说，
数值的概念是对应着你选定的一个数来说的啊。那么连枝呢，就是不是树的那些枝路就叫连枝啊。所以连枝和树枝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对于同一个图来讲，在你选定树以后啊，不是树枝的那些枝路就是连枝，我们称它为连枝，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连枝树加上树枝树呢一定是等于什么呢？枝路树啊，等于枝路树啊，以这个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明确这么，第一呢，我们说对应一个图呢，首先它有很多的树，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第二，树枝的数目呢它是一定的，你们来看树枝数应该是几个啊？看这图是几个，是不是三个？这也是三个吧，它节点是几个？四个。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用 n 来表示节点，它一定是 n 减一，对吧？一定是 n 减一，n 减一。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是我们根据这个数的定义来说的。数是什么呢？包含了全部节点，对吧？但是不能有回路。首先我们要构成一个数，我们先第一条枝路是不是得有两个节点？又不能形成回路，那么下边它又要连通，下边一个节点是不是有一个节点一定是在原有的节点上连着起来？那所以以后呢是增加一条枝路只增加一个节点，但是第一条枝路是两个节点，是吧？所以呢树枝的数目呢是 n 减一，所以它根据我们数的定义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是 n 减一啊，这个比较简单啊，这比较简单啊。好，那么连枝的数呢，我们说这很简单，就是 b 减去 bt， 因为树枝数是 bt， 那么连枝数呢是 bl 呢，一定是 b 减去 bt， 就是其余的枝路呢，除过树枝以外的其余枝路呢都是连枝，所以它是 b 减去 bt。 那这样呢等于是 b 减去 n 减一，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写，就是 b 减 n 加一，对吧？就是 bl 等于什么呢？b 减去 n， 对吧？负负得正 n 加一，也可以这样写啊，也可以这样写，对吧？这两种形式都可以。所以我读的时候，大家有时候简直 b 减 n 加一，有时候读成 b 减去括弧 n 减一，要这样读一下才对啊。好，这是那么这样，我们把树枝数我们知道了，连枝数也知道了。注意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啊，因为后边呢，我们的树枝数呢。就对应着我们的 KCL 方程的数目，而连枝数呢就对应着我们什么独立回路的个数啊，独立回路的个数。我们来看啊，现在我们讲回路啊，回路 L 呢是也是连通图的一个子图，它构成了一条闭合路径，并且满足什么呢？第一呢，这个回路它也是连通的，回路肯定是连通不用说，对吧？第二呢，每个节点关联的两条枝路啊，第二个很重要啊，第二很重要，就是说是除过原来我们讲的是这个回路构成一个就是始节点和终节点重合的，其他这个节点呢只能经过一次，对吧？经过一次呢，实际上和我们现在讲的这里面讲的每个节点关联两条枝路呢其实是一样的。你比方说像这样一个闭合路径呢，我们说就不能叫它回路。为什么不能叫它回路？比如我们从这个节点出发，对吧？我们经过这个节点到达这儿，再回到这儿，虽然是一个闭合的一个路径，但是这个节点呢，我们说连接的一个，首先是连接了四个枝路，对吧？第二呢，这个节点呢，我们说它经过了两次，对吧？经过两次。原来我们讲回路是怎么讲的？我们说，比方说现在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回路，对吧？我们从始节点出发到这儿，这个节点经过了一次，再到它又经过一次，再到它经过一次，最后回到什么呢？回到始节点。就是一个回路呢，始节点和终节点是重合的，除过始节点、终节点以外，其他的节点呢只经过了一次，这样叫回路。那么这两个概念呢是一致的
啊，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啊。最后每个节点和两个支路相连啊，你不能和更多的支路相连，这更多支路相连呢，你就不是一个回路啊，不是一个回路啊。我们来看这个图啊，这个图，我们这是一个回路，对吧？这就不是一个回路，因为这个节点呢，就刚才我说的和四条支路相关联了啊，四条回路相关联了。这是我们讲的是回路的概念啊。那么下边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我们看啊，我们要提一下独立回路的概念。首先呢，我们说对一个图来说，有显然有很多回路，对吧？你比如像这个一个回路、两个回路、三个回路、四个回路，还有没有其他的呢？还可以这样也形成一个回路，对吧？这个形成一个回路，还可以什么呢？照大圈儿有一个回路，很多很多。那回路这么多呢？我们列的按照回路所列的开维尔方程呢，就有很多。那么这些方程呢，它可能就不是线性独立的方程，就有多余的方程，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对吧？大家在之前已经学过线性代数了，对吧？就是列一组线性代数方程，它一定要是线性独立的方程组才行，对吧？否则其他方程呢，我们说是有一些方程呢，就是会是多余的方程啊，多余的方程。这第一啊。第二，我们定义一个所谓的基本回路啊。基本回路的数目呢是一定的，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讲是独立回路的数目是一定的，它是为连枝数啊，为连枝数。我们来讲讲为什么这个基本回路啊，它的这个数目是跟连枝数相等，它为什么又是独立的呢？那为什么又是独立的呢？啊，我们来看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对于平面电路来讲，网孔数等于它的什么呢？连枝数等于基本回路数。因为按网孔列的时候列的方程呢，它一定是一组什么呢？独立的方程啊，因为它是不同的网孔啊，不同的网孔，对吧？当然这个里边呢，我们说现在讨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要讲清楚它还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地方我们只给出结论，我们不证明它啊。比方说像这样一个网孔啊，这样一个电路，一共九个方块，对吧？我们按照九个方块这样来列方程，一定是独立的，对吧？那么其他电路我们都可以说得清楚，因为它都有一条别人没有的边，唯独中间的这个边呢，其他好像给人感觉似乎其他的这个回路把它可以表达，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回路呢也是独立的，啊也是独立的，这个我们不证明。同学们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有关的图论的书啊，有关图论书我们不证明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呢，我们说网孔数呢就等于基本回路数啊，等于基本回路数。那么什么叫基本回路呢？啊，什么叫基本回路？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先来说这个数，这个数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 BL， 啊，我们说把这个基本回路数，我们用 L 来表示，就等于是 BL， 它就等于是 b 减去括弧 n 减一，或者说等于是 b 减去 n 加一也行，啊，像我们这样表达的，啊 ，b 减 n 加一。好，我们来说基本回路。什么叫基本回路？前面我们老说基本回路，基本回路啊。所谓的基本回路呢，就是单连枝回路，啊，单连枝回路。也就是说，在这个回路里边呢，它一定是包含了一条连枝。那么其他的支路呢，全都是树枝，啊，全都是树枝。这样的回路呢，我们称它为基本回路。啊，基本回路，啊，基本回路，那也就是说，对一个图来说，我们可以选定它的什么呢？数
然后在这数理基础上呢，我们树枝不就知道了吗？树枝知道就知道连枝，知道连枝以后，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单连枝回路组啊，单连枝回路组啊。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啊，这样一个图，这个图前面我们好像讲过啊。那么首先我们要选定一个树啊，选定一个树，包含了全部的什么呢？节点，但是不包含任何回路。现在呢，在我们选定的这个树基础上，我们要逐步的给它加上连枝，每加一个连枝，形成一个回路，就是一个单连枝回路。再加一个连枝，再形成一个回路，是一个新的单连枝回路。直到把所有的连枝呢全部加上，我们就构成了它的全部的什么呢？单连枝回路，啊。那么这一组回路呢，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单连枝回路组，啊。这个呢，其实也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什么呢？基本回路组。啊，这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好，现在我对这个我们选定的树呢，我逐步把连枝给它加上，形成回路。我们来看，加上枝路五。就二三五构成了一个回路，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数，我们现在再加上这个什么六，我们看，那就是一三六构成了一个回路，对吧？可以绕一圈，哎，可以绕一圈，啊，所以你这个结论啊，结论，我们说是回路数呢，就是枝路数呢，等于是树枝数加上连枝数，那么树枝数呢是什么？是节点数减一，就是 n 减一，那么连枝数呢，就等于基本回路数，啊，基本回路数。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说节点数减一和，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是独立的开 C 二方程数，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独立的什么回路开 V 二方程数，我们后边还会提到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整个的节点枝路和基本回路的关系呢，就是 B 呢等于是。n 减一再加 l， 或者等于是 n 加 l 减一也行，啊，这里边就是 n 呢是我们的节点数 ，l 呢是什么 ？l 是什么？独立回路数，或者基本回路数，啊，基本回路数。我这要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啊，就是独立回路可以不是。基本回路，但基本回路一定是独立回路，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说我们只能找，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基本回路呢？因为基本回路呢，相对来说好找，它的规律性很强，对吧？拿这个图，只要你们选出树，然后逐步把连枝填上，就构成了这个它的基本回路啊，就构成它的基本回路，啊。好，我们看这个题啊。那么这个图呢是电路图，我们画出三种可能的树及其对应的基本回路。啊，首先，啊，这是它三个不同，你看都是包含了所有的节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回路。我们对第一个来说，我们逐步给它加上一个回路，对吧？两个回路，三个回路，四个回路。你看，像这样的选择里边，我们这个选择的所谓的基本回路呢，是不是就我们的网孔呢？就是我们的网孔啊，这两个正好是两个是一致的啊，一致的。但我们看第二个，这是一个回路，对吧？注意，我是逐步加的是连枝啊，加的红颜色全是连枝啊。好，两个，三个，看，在这个回路里边。原先有的这个两个树枝呢，我们又再次用到它了，对吧？就是这个回路又经过一遍了，这个枝路和这个枝路，啊，这个枝路啊，
就是支路四和八呢，被回路一经历过一次，被回路三又经历了一次，啊，我们来，这个情况和刚才类似，和上面这个回路类似啊，也是三和八，啊，也被这个第四个回路呢又走了一遍，啊，走了一遍。好，我们看第三个图，回路一，回路二，对吧？回路三，回路四，只能走大的一圈啊，一直走这么一圈，对吧？所以对于回路支路三来说，这三个回路都经过它了，是吧？都经过它了。所以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呢，它的回路和网孔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这三种情况呢，都是什么呢？基本回路组。啊，我加一个组子啊，加基本回路，所以我们只要我们选的数不一样呢，它的基本回路组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对吧？好，这我们简单就把这个介绍这一下啊，我们说有个结论啊，就是网孔数也是等于基本回路数，这个说法不正确，就是网孔数等于基本回路数，不是为基本回路数啊，基本回路就是基本回路，基本回路不是网孔啊。好，我们介绍了数的概念，又介绍了基本回路，现在我们再来讨论 KCL 和 KVL 方程的独立方程数，我们就很容易了啊。我们先看 KCL 的方程数，我们对这样电路来说，现在是什么呢？是有向图，对吧？有向图啊，每一个支路呢给它都赋予方向，所以这是一个有向图啊，有向图。好，我们先列它的 KCL 对节点一呢，我们说我们是 I1 减去 I4 减 I6 对吧，等于零啊，等于零。我们看一是流出去的电流，四和六的都是流入节点一的电流，所以说4 I4 和 I6 前面都有负号，这节点一，对吧？那么节点二我们也可以列出它的 KCL 方程，负的 I1 负的 I2 再加 I3 等于零，对吧？好，节点三 ，I 二加 I 五再加 I 六等于零，这三个方程，啊，三个方程。好，现在呢，我们把方程四我们再列出，节点四我们看，负的 I 三加 I 四再加 I 五等于零，这是节点四，对吧？一共一、二、三、四都列出方程了。我们现在把这四个方程加起来等于零，等于零就说明其中有一个方程呢是不独立的，它们是线性相关的，对吧？不是线性独立的，所以呢，我们说有一个方程是独立，是多余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删掉，对吧？换句话讲，就是对这样一个方程呢，我们只要列三个方程就够了，就能解决问题，对吧？就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说对 n 个节点的电路，它独立的 KCL 方程是 n 减一个，啊 ，n 减一个。好，我们再来看 KVL 方程。KVL 方程这是这样一个电路，也是一个有向图啊，有向图。那么当然第一步呢，我们首先是选数啊，我们对网孔来列 KVL 方程啊。第一个是 U1 对吧，加 U3 再加 U4 等于零。第二方程是 U2 加 U3 再减 U5 等于零，这是怎么选的呢？就第一个方程我们用顺时针，第二方程我们用的逆时针，是不是？是 U2 加 U3 减 U5 等于零啊。第三个方程是 U4 还是什么呢？还是逆时针 U4 对吧 U5 再减去 U6 等于零，这个是也是用的是一个逆时针选的回路啊，选的回路，对吧？好，下面呢，我们把方程一和方程二我们相减，对吧？一和二相减，我们等于什么呢？等于是 U 一减 U 二再加 U 三再加 U 四再加 U 五等于零，啊，等于零。那么这个方程是什么方程？大家看，你看 U 一负的 U 二，然后呢 U 四 U 五，是不是这样一个方程？对吧？这样一个方程，
那这个方程是也是一个回路方程，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是由方程一和方程二产生的，对吧？产生的，所以这个方程呢是多余的，啊，是多余的，对吧？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方程。换句话讲，这里边的方程数只有一二三是独立的方程，啊，是一组独立方程。那么第四个方程呢是独立的，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这样列个方程，你说它是我们所需要的方程，啊。那么这个例子也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按要么是按网孔来列方程，要么是按基本回路来列方程，对吧？那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按网孔来列方程的话，列开标方程只能适合于平面电路，对吧？对于不是平面电路来说，那你最好是按什么？按基本回路来列方程，因为你要选其他的独立回路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不按基本回路来选，不是说不存在，而是你非常难选择一组独立回路，很难选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两种方法，要么是按网孔，要么就按基本回路来列方程，或者就是单联制回路啊，单联制回路啊。那么我们说，我们可以证明，通过对以上三个网孔方程进行加减运算，可以得到其他回路的开标方程，但这个方程呢都是多余的啊，都是多余的，对吧？好，我们有结论啊。第一，开标方程的独立数等于基本回路数，也就等于是 b 减去什么呢？括弧 n 减一，或者是等于是 b 减 n 加一，这是我们的是开标的独立方程数。第二，我们说对于 n 个节点啊 b 条之路的电路，独立的 KCL 和 KVL 方程数等于什么呢？等于是 n 减一再加上个什么呢 ？b 减七括弧 n 减一，最后是等于什么？等于 b， 就是 KCL 方程和 KVL 方程加起来的总数呢是等于 b 个方程，总共等于 b 个方程。这正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支路数啊，就对一个电路来说 ，n 个节点的 b 条支路的这样一个电路来说，它的全部的独立的 KCL 方程数加上 KVL 方程数呢，一共是 b 个方程，啊，这我们就啊就可以了。那么这节的课内容我们就到这里。